去哪儿来秦老师？去后头看这个。看那个俺爹不是看的来吗？我看戏。看了戏了哈？看这个干啥嘞？看这个再过来。这边瞧，嗯，这边这个人，这知道，看在这儿嘞，你还得给我穿个贴来、啊，哦，还得给我穿个贴来，你还你睡不着，这是各张床，瞧，穿各张的，你瞧瞧，多倒个倒个，你穿多少号？捏把子，你想举了你？你在哪儿举嘞？头个嘞，有菜就有菜，没菜叫你爹种一年菜，头就种几年了，他没种过菜呢。不是，再上都接着换过来，怎么又怕了？头路那个涨上风，在涨上水，浇了土都僵住了，不叫他出出，再从啥色色的菜，出来我面儿才有色色的嘞。你要出来我面儿也不好，个是僵住的。哎，还是存在了吧？我存了那儿就来了，出来面儿也不好瞧的。边上笼子又败了，还得卖出去。这不是再换过来吗？这？嗯，边上也败了，这个又存怕了，这个再存的。怕了都说原来这个这里还要出个来，这样一不两不那个四个，这不是脚上可得长吗？哈，都可能伤的嘞，在店上来几不换过就够了，这个就伤的高的这个。你走怕了？啊，你看看你这个肺再讲你再不行，你是要不了，你。嗯，当年是戴上半毛也好看，戴上半毛也好看。公交爷。呀，发了真也发了面嘞。啊。这个面又发过了吗？晓得。没发过，才没到会。不能发到时间可长了。嗯，不管那吧。溜了，这不快。你发了多少层面嘞？这是。啥层？啥层面嘞？这个一包下硬，还是还硬？是是，这个不能。硬那边也不好吗？嗯。这个不是不能是这个那个价。不能是，不是家是吧？行，俺觉得下来也错不。哈回下边儿，行，那就行。你可要站完了，行，行，行。凑合堆就行，只要吃了还。可要站完了。就这个意思，先弄好了吧。啊，主教爷。主教爷，你大点儿，你都是娶媳妇了，主教爷，可不是都在给人弄好了？有时候住不好了，就是见的可不好的了啊。我、你什么不是想好的？什么也是好的。嗯，有时候你是，有时候你是呀，你说这个住的觉也可是不赖啊。啊，这个他妈没开不赖啊。啊，有时候是，啊，拖这住的觉也就不怎么好，不好拆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这姑嫂，要这么说，都是一个大爷，一个皮个皮。哈哈。这个是。哎，你给俺爷姑父把也捧上去，你不发钱主要是。托管，托管容易。包括多少？我就。住年年调研，嗯，把那把他家木子家皮吧，哥，哦，就得了这个有，就得一户有啊，嗯，一户吧，怎么嘞？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这个该怎么咋就怎么这个是多少钱？1块钱1个，1块钱1个。这四个，嗯，四个黄瓜，青椒、夹椒都有，就是菜椒，这个不叫夹椒。啥子面都煮老多少椒去了吗？多少的这个咱们对着正啥上面的这个还煮多少的，知道就这酱也煮煮就比这个妈妈好吃吧。啊，煮煮你看有这个猛性也可以爱吃酱油。嗯，小费我两天才给刘海的煮了点的，昨天都愿意吃。都愿意吃，就煮着这个，吃吧。酱油吧，你都还一了，一天一了，我是这么弄的，时间这个是非常简单这个啊。也不能很好了。你横把它光两张皮，没有油了，就切成这种菱形的吧。变横的那些也好了，就这个我这个就白白的了。你小的时候你不是盼盼吗？都盼盼吗？就是这边可得好了以后。盼盼着就罢了。油可得也得很啊，我觉得啊。对，加不了油。嗯，还炸时间炸小锅就行了，多锅你倒了一壶油就不下。我现在豆腐不是，豆腐不是，哎，一样。大面吧。小锅儿咱是正儿一碗是合适的，豆腐是吃的是不下。这个油是可上分儿的。猪脚也了，东西。猪脚也了。啊。要说猪脚呀，啊。捏了一捧的吧，可是不少。不赖哈。嗯，煮的不赖。
鸭身也整，猪的脚也整什么法嘞？一锅的面也得吃脚呀。行，炒着不太小面也的吧？嗯。俺接了上来有了就行。你咋不喝水呢？不过喝了水可不少，有了吧？有的面也的吗？嗯。一锅的反正有脚也。有面也的是光有成个皮儿切了味儿。嗯。腿儿，你烫，烫一个，吃好两人这个腿儿的，嗯，叫也不比妈妈好吃。我发的面子，发的可面子嘞，好吃。他当上一天说的洗浴是没人嘞。嗯，他开始当的米面煮的也行。嗯，就是煮的家样是不白呀都。不白。嗯，可好的嘞。嗯。你要是把干洗一天多带料看来，你要是问人家嘛，没有见面本就把小干个本多住一个教练八十来箱，但这是为的菜就好个的这里好吃，不是这个把老子光一成屁吧。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醋当完一步的醋，对，去年啥季有一个醋啊，也都是吃什么吃什么妹子倒一碗醋，大路吃的。嗯，